了，好多了。有什么好的？明明刚才比较好，还看得见。可是现在停电了。停电才怪，是你关掉灯的。海绵宝宝，潘太星怎么了？我都不知道你的热可可居然这么好喝。哦，谢谢你兄弟。哦天哪，你刚才不是说要玩一堆游戏的吗？掷骰子看谁先走吧，这是井字游戏，不用掷骰子决定谁先走了。没错，要用剪刀石头布来决定。哦耶，剪刀石头布啦，平手啦，讨厌，剪刀石头布，讨厌，下次一定是我赢。剪刀石头布，平手，讨厌，剪刀石头布，平手，讨厌。我赢，看到没有啊？我什么都没看到啊。对呀、啊，看起来像是乱画的。什么叫你们什么都没看到？有三个叉连成一线了，井字游戏。连职业朋友，放轻松，只是玩玩而已嘛。哦，好吧，对，没错，果然如此。章鱼哥，恭喜你了，连得好。加油，派大星，你做得到！把自己当成拼图，我能完成智慧拼图。今天把拼图实在太难了，大脑快速活动会提高老化的速率，一秒就会老三十岁。加油，老阿公，你做得到！你生命还剩下好几年呢。啊！加油，派大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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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跟你们说过，我要想办法在那里打个盹。我再说最后一次，你们能不等等？章鱼哥，派大星就快要想出最后一片拼图要放在哪里了，对吗？派大星，这绿绿的谁呀？这已经是最后一片拼图了。只剩下一个地方可以放，在这里。啊！章鱼哥，又不是轮到你，你作弊！作弊？这是在玩拼图哎，怎么作弊呀、啊？没关系，我们从头拼起。我受不了这里了。